环保，品质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。沃尔沃坚持以人为尊的企业战略，通过全球统一的生产和质量标准，把最优质的产品奉献给广大的中国消费者。沃尔沃在大庆的发展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。我们相信沃尔沃与大庆怀有同样的振兴梦想，也能够一起开创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在建厂过程中实现了安全零事故、污染零污染的终极目标。我们的厂区建有污水处理厂，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是国家一级排放标准，远远高于大庆当地的三级排放标准要求。我们的工厂设有中水回用系统，整个中水回用系统可以有效地对污废水进行二次回用。3MS 会对我们生产过程当中所有的工作进行一个标准的流程规范。对于这个质量管控来说， V3MS 有很多相关的工具，我们可以利用相关的工具进行质量问题的记录、质量问题的分析、质量问题的解决。那相信这样一套流程对于我们的质量工作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。使用我们全球统一的整车评价的标准对车辆进行评价，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措施进行改进。那么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造出一个让顾客满意的车辆。